我不要离开你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这个死同好，是不是没看懂我的意思啊？请对自己好一点。最新消息，警方刚刚破获一起向印度尼西亚输送非法劳工的案件，黑心中介以劳工条件好、工资待遇高为诱饵，将招揽到的人员输送至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等地，而一旦被骗出国，劳工就会失去人身自由。涉案人员众多，警方提醒广大市民，看见以下传单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哎呀，手机不要钱呐你！你去哪儿啊？救生衣没有了啊，快上船吧！解开绳子，同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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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走！同浩。急事，你能不能回去一下啊？什么急事啊？船都开了，你现在掉头回去，那不耽误大家的事儿吗？你回来，回来，同行，千羽，你等一下。
德。父王，你醒醒！父王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回答我。你不会游泳，你往水里跳什么跳啊？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要急事儿找我呢，船又回不来，我只能跳下去了。你为什么不穿救生衣啊？我最后一个来的，救生衣没有了。还真是很信任贩子，救生衣都不多准备几个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人贩子？对啊，那张传单其实是教授黑劳工的幌子。你要是去了，不是死在偷渡的船上，就是死在挖矿的井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你救了我，千羽。你这个旱鸭子，不会游泳还往水里跳。上次就是因为救你，我的初吻都没有了。千羽，之前你是不是还救过我一次？是，每一次遇到你都特别倒霉。是不是也给我做过一次人工呼吸啊？是，都怪你，这都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人工呼吸和吻是有区别的。不都是嘴对嘴吗？有什么区别？现在明白人工呼吸和吻有区别了吧？你个无赖骗子，怎么没让他们把你带走啊？千羽，我不想走了。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来害我了。我不要离开你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